思慧，当谁呀你？台湾舞蹈第一集的时候，我嘛有参与啊。以前的台湾舞蹈，迄当阵是以台南做背景，啊，这届啊吼是北部为主，啊，两届的这种内容啦，甲风格哦差真济，而且这届啊，佫比前一届更加精彩。我感觉就达到这个能力，这两个功能啦。第一就是啊吼，有语言病患的概念在内底，吼，就是讲，这个我用台语的人，我嘛会当去接触到博物馆的这个历史文物，吼。啊，第二啊吼，会当吼这个真硬真硬博物馆的文物，变作是真新时代拢介意的物件。你逃出来了。我感觉吼，这件也是很大的一个不同。吼，伊用演员来配音，唔是用配音师来配音安尼。演员的特质啦，是伊的感情吼，是真饱真满安尼吼。啊，所以吼，拄啊好啦，配这个影片啊吼，大家敢若听迄个声啦，迄个声音啊吼，迄个无文字的声音，你就会当感受到迄个满满的情绪伫内底。你来遮厉害，啊！吴刘青，推荐大家啦，一定爱找时间来台北馆看这出戏啊！